有那么恐怖吗？你别再闹了。你只要补财库，补财库哦，补财库单一个活动有捐超过1000以上，有特别的五财神，五财神加持的红包，对对啊，这个就是五财神会亲自下来处理完，然后由五财神当你们的靠山，让你们的财运更强，好不好？因为接下来要走20年的大运，自己斟酌啦，就算是多一个回馈给大家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啊就五财神想要帮助大家的。还是跟所有人讲，五大法会：五财库、长人消灾、烟供布施，然后元法会跟年金债主。麻烦每个月就是固定报这五个法会，然后再来一点是，你只要补财库，补财库哦，补财库单一个活动有捐超过1000以上，有特别的五财神加持的红包，对，我们到时候会帮他取一个很厉害的名字。对啊，这个就是五财神会亲自下来处理完，然后由五财神当你们的靠山，让你们的财运更强，好不好？因为接下来要走20年的大运，所以我们太子位的神明要好好的帮助所有相信太子位的神明。哦，低于1000的，我们一样会举办补财库。对，不要有那种就是啊，要捐1000以上才有的那种想法，就是我觉得乐观一点。自己斟酌啦，自己斟酌就算是多一个回馈给大家。对啊，对吧、啊？对吧、啊？啊，就五财神想要帮助大家的，那因为我们接下来要 key 流，以前虎哥会讲说我不想 key 流，我跟金寨有协调好了，未来的庙不会是那种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庙事，会是可能比如说。大房子，这样可以哦，大饭店啊，就大房子，然后里面装潢成神殿，就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一种喜哦，现代的，对，现代比较不会说我开始丢，大概款，我可能会打完东西，都差不多这样，太生气了。有人问那个黑色的符是每个月如果都有1000以上，每个月都会。啊，对，对，然后财富限定不一样。我要先跟大家讲，你一定要提前报名，因为提前报名的时候，我们会提前寄给你啊，你就会收到。如果你是什么3号、4号，那我们就是延后给，就浪费掉你。那他会有一个准备时间。对，浪费掉你，可能比如说前面，比如说你7号才收到，那就浪费1号到7号的一个运势。啊，那个就是反正明年要接财的哦，你的下元节一定要补哦。好，听到，下一件很重要。它、啊、那是水关大吉，不要觉得那个法会啊没准，你看呢就跟买乐透一样，有买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有爆有什么？有爆有机会。人哦，三件代志做好就好。第一是啥？出入风调。第二个是啥？你拜拜。第三个是其他哦，是门头安排。记得下个月要发几个。哥哥，所以是随地都在巴结哥哥。哎，要怎样巴结？没有啊，他祝寿到祝寿生日就好了。我是说我们。不用了，在他耳边吹气。你们星座啊，就是最好巴结。我先弄那个鬼王的那个做法，这是黑色笔给我。好，记者在现场。Let me take a selfie.想找来张军回来，36，张军，来一杯，还没擦，先点36给他。先起冰，起冰，把证先弄好，再来再恭请鬼王来怎样？坐证，定的，这次我选择放弃。恭迎五营的部分，今天搬走搬走。这里哦。
这盘带一个小，好，先烧下。没问题。物件先摕来。那这是你说奶茶吗？当然的。神圣的奶茶。还有我们圣物城上的。这家还可以。十一点。十一点了，没办法。我晚上十一点能叫他们来讲。那你可以请我喝燕麦鲜奶吗？可以啊。滚。稍微。好。英灵的先给你哦。可以揣一个铜炉，大概这么大，当做我用的。到时候说我一张一张，就是在那个铜炉上。好的。拜拜。一定会非常的温暖。到时阵烧的伫外口烧的，拢会舒服哦。OK， 菠萝包帮我们处理了阴影的数位。你等一下，这个比较高哦。好。那叫谁？对啊，要加班的。又来了，今天你直接加班。加班。再来。你说这一张纸怎么样？很薄啊，你看。啊，你们要辛苦了。不会的，你们比较辛苦。好贴心哦。啊。啊。其他就刚好冰妹处理啊。OK。啊，那再讲一下那个夏元节。夏元节。夏元节一定要报名。对，一定要报名。会影响到明年、明年、明年。你有课啊？你这个穷鬼送走的时阵，你过年时候迎财神进来装的那个钱才会多啊。补库不补财。那就是淡薄仔像赔啊，你就是要甲迄赔啊，喏，先拉空。新的财，新的财水拿来，财气拿来，就你家才对我。好，像无介意钱，那你介意？介意。因为没买万波。我们想要帮哥哥设置一个符，上面写已读不回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常常已读不回啊。你开心就好了。那个哥哥生日如果要打金牌的，还是可以的。好。好。大金牌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。以后我们要建太子殿的时候，把黄金全部拿去卖，看可不可以直接用一个实心黄金的神尊。神尊，黄金神尊。那我应该会把这神尊上锁。那个全部到时候停留先，我会拿去用。到时候停留要好几亿。我们可以先从香客道开始。我会拖地跟起主去，找他出力。好了，没事的话就早点休息啊。等一下那个香烧完，再就是再请。要等香烧完是不是？要，香烧完才能烧。啊，其他兵马会处理，不用担心。啊，我等一下我也会去处理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啊，香烧完才可以用。好，好，请记得加班加到香烧完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我要去加班了啊，你自己要乖啊。